哈里马古内，完全冇法子能够预计嘅。哦，佢会传俾边个咧？个波而家喺提亚高艾简达拿嘅脚下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迪布尼大波推进，迪布尼传去侧翼。牙膏，个波嚟到比亚迪克脚下，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洛迪卡斯简定，洛迪卡斯简定，洛迪卡斯简定，传波要准啲。迪比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、啊。迪比仲唔谂住俾，好似唔知道呢个世界上有队友咁啊。呢球波挡得好啊，一个长传啊上前抢，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比亚迪克攞到波啦。迪布尼，斯洛拿度攞到波啦，揾到目标啦，截得好。却奥斯呢一下就话想试下传上去，嗱呢个波俾得唔系好够力啊，咁啊所以对手咧好易又可以截到啦。提亚高艾简达拿埋门嗰下啦。迪比就冇话挂住攻唔守波噶。嗱，全能足球就系咁噶啦，前锋就系球队嘅第一道防线。你睇下佢一冇波在脚，防守几积极啊！基文迪朗格勒，而家个波咧喺提亚高艾简达拿脚下，有机会突破。咦咦，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咯！斯朗拿度攞到波咯，有空位俾佢啦。却奥斯，华拉尼向前传出，半场完啦，两队只系相差一球啫。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啦，落后嘅都唔系冇得追噶。我谂佢哋都应该咧几满意上半场嘅表现同埋个比数嘅。睇下可唔可以維持住嘅氣勢去到完場啦！曼聯攞住一球嘅領先優勢，翻入去更衣室。下半場啱啱開始啊！曼聯踢得唔錯嘅，有機會拉開個比數，不過唔需要太激進啦，可以喺進攻之餘咧做啲防守。迪比領先住兩球都怕請安全啦啩？咁都俾佢入到，抵入啦，抵赞啦！我谂冇咩人谂住佢会咁样踢法嘅，真系犀利啊！自己带个波，仲要入埋波，对手一啲都估。佢哋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，入到第二球咧就你话晒事啦！你想继续进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。基文迪朗格勒位置感一流，挡住呢一球波啦！提亚高艾简达拿得唔得先？可以去庆祝啦！下半场开始冇耐就有好戏睇啦！最后嗰脚啊，简单啦。喂，你点睇啊？哇！班后防表现真系好差，点会俾人喺禁区里边系咁猜咧？都完全唔 mark 噶啦！阿教练唔知有冇爆血管啊？喂！呢场波真系越嚟越好睇啊！哇！下半場咁早啊入到呢球波，成隊波輕鬆曬啦！呢個睇嚟就犯規啦，球證判罰球。
踢埋上去，比列石防守嘅表現真係好啊！費奧倫斯個波係拉舒福特腳下，基文迪朗格勒。哈利馬古尼基文迪朗格勒快速進攻啊！比亞迪克為腳直線，唔錯唔錯，有啲睇頭啊！嚟到呢個時候啊，基本上夾硬嚟㗎啦，冇錯啊！基文迪朗格勒洛迪卡斯簡迪個波飛咗出嚟，邊度會追到先？爺爺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擺門，曼聯呢啲傳波咪為之靚，最重要係咩？唔係淨係得個腿子，而係真係有真材實料。第三粒啦！佢今日嘅表現一流啊！哇！佢今日一龍，你入唔入啊？龍門根本都唔使喐啊！射波呢啲啊，邊會射龍門中間嘅？除非個龍門吞眼瞓嘅啫。斯朗拿刀，呢球波真係應該入㗎！曼聯最叻就係反手圍攻啦，一個機會隨時收你攻啊！麥湯米尼。我去了比亚迪克脚下，费奥伦斯抢翻个波翻嚟啦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身形占优啊，布卡约萨卡明显犯规啦，兩邊咧都利用呢一個機會去換一換人喎，執執個陣先啊！奇雲迪布尼個波而家喺定比度，斯洛起腳，勝負已分啊！喺嗰個位置真係點射都唔會失噶啦，簡單過頭啊！係完全唔明咧，點解佢哋會走甩呢一個射得之人，簡直係明知故犯。曼聯話咁易就領先三球啦！波拿斯浪高呢個波，費奧倫斯個波而家喺迪比度，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奧達文迪。恩力克波拿斯拉舒福特比斯攞返個波入唔得啦，送個罰球俾人，加耶个波而家喺提亚高艾简达拿嘅脚下，个波而家喺迪比度，美斯呢个直线靓啊，迪比
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洛迪卡斯拣定，呢一个系最后一球，曼联压倒性胜出，哇！纯到咧，对手想追都冇得追啊！啲咩啊？点样总结今日呢一场波咧？曼联。在中場有很多球員都很勤力地走動，你看到一隊球這麼有效率的中場線實會踢得好。那我們都是時候跟大家說聲拜拜了，多謝 Keyman 和我們分析講解這一場球，下次球場再見。